高山草原，这里的景色好美呀、啊！是，真的很美，太美了，就是像人间仙境啊！哎呀，那个才华横溢啊！有一句小时候有一句那课文是说，望庐山瀑布。啊，来一句，阿哥来一句。啊，望庐山瀑布，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只在路在纸山中。用你最真实的表述方式来表述一下你看到的这个美景。真实的表示，这个美景我也是第一次见，然后以前是在电视里面看过，西藏的那个草原，那草原它没那么没不像我们这边，我们这是山上，它那边是平原啊，平原高那个草原，绿油油的，我们这是高山上的草原，你看这风景，你看还有云。云天驾雾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然后腾云驾雾啊！云里雾里。欢迎大家到这边来打卡啊！这里是叫福建的，宁德县。啊！你一到宁德来，人家宁德就降级了。那个还是别来了，下次。这边不知道这边是炫还是正不、